屏东县屏东市玉皇宫玉皇上帝岁次壬寅年玉巡君臣会绕境 till 的魁为13年屏东玉皇宫绕境活动经19天盛大登场。这次活动最大亮点就是玉皇上帝乘坐的金辇轿，砸重金800万元打造，轿身贴满金箔，另外还出动216台车辆，644座神尊陪同，场面相当浩大。景浩庙会景浩绕境。第八天，国历2月26日，农历正月廿六，星期六。万丹运动休闲公园出发，万丹乡四围村下本县布尊王宫万全村万丹街头角保全宫万丹万会宫万丹万全寺万丹城隍庙万后村万丹街后角大县宫万后村街后角振兴堂广安地傍前休息午餐广安村广安天凤亭林洛乡林芷村林洛福圣宫林鼎斜县林提村林洛开明堂镇成宫庙长治乡潭头村老潭头太子宫瑞光路一段休息晚餐襄阳村襄阳帅府宫屏东市归来慈天宫屏东玉皇宫夜宿。第九天，国历2月27日，农历正月廿七，星期日，屏东玉皇宫出发万年殿牛车挂带天宫大埔东石徐府庙林宰内万丰殿驴山祖师坛南天宫六块厝长安宫大埔北极殿屏东慈凤宫阿侯妈祖大埔清白旧事坛大埔北阙宫金兰会带天府慈正宫安西城隍宫重兰埔广兴宫北势头北龙宫旧沟资尾子萧地雀玄天上帝庙头轮普华山万福宫街头龙虎宫南树角天后宫光华东龙宫万福宫屏东玉皇宫入庙安坐大吉。